好，我们现在呢用 Join Tool 开始画你的这个肋骨啊。肋骨的话，画的时候记得 Reset，这刚刚都讲过了，所以我们就开始直接画吧。那关节的命名在这里啊，Back Root Back A，记得 Back Root Back A 呢这几个 Joint 它其实距离非常近啊，所以你不要那个画太远，那是由下往上去画，这样一路画过来。好，OK，那我们现在呢这个画的时候要记得一件事情啊，不要不要在那个透视图画，要在那个测试，就是一定要正的测试图哦。OK，所以这边先切到 Right View，切到 Right View 以后呢，其实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有些面板呢、哦，它其实是可以关掉的，所以比如说像 Range Slider、Time Slider 这种可以先把它关掉啊、哦。那你这样可以有大一点的空间，甚至其实你可以用一个 Tear Off Copy，Tear Off Copy。它可以直接变一个这么大的面板，直接去画更爽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，现在 skeleton create joint，这边呢这个关节工具呢先 reset 重置就好，重置以后关掉。关掉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开始画。OK，就不要画太远了，就中间一点，中间一点。那你的目标是哪里呢？第一个是在肩膀这个位置哦。这个位置，Ctrl Z 好了。其实我都随便画的，所以。对，这边要有下巴，等一下嘴巴要这个打，就要开合嘛。开合那部分你们讲过没有？没有，OK，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开始替他这个取名字啊，让他这边拿到这个，续扳子不放，把这边整个 joint 打开来啊，这边的第一个根关节在这边呢，它是 root 关节，所以背部的就 back 嘛，对不对？root 用驼峰式命名法就是。两个字在一起的时候，中间用一个大写的字做区隔就好，OK 吗？驼峰式命名法，在写程式的时候常用到 back root joint，然后再来是back，再来就是一连串的很痛苦的打字的练习，所以我这边开 Ctrl A、Ctrl C 好了，这样子，OK，back A、back B。好像也没想到几个字，X C，对，好久啊，不想打了。反正你自己看得懂什么名字，就是那个是什么就好了。那这边呢，因为它是要连接你的 shoulder，所以我这边呢就是在命名上面呢就变成 back shoulder，要连到你的那个手臂的关节嘛，肩膀关节，所以 back shoulder，然后再开始 neck，A，neck，B，neck。C，再来是头顶的 skull joint，再来嘴巴开合的 jaw open，再来是嘴巴下巴部分 jaw chin。好，命名完以后呢，对啊，jaw chin，OK，好，这边呢现在这个哦。又改回来了。之前你们那个 Find Menu 呢，它其实藏在这个下面的，现在又跑到那个 Find Menu 那个位置，所以就算了。我们现在主要是要看这个Mail Command Reference，它有一个指定呢叫做 Rotate，然后这个减 R 是代表 Relative，就是相关的。你旋转的时候有好几个方法，一个是绝对值的，一个是就是 Relative 相关的。它虽然意思就是说它在 S 轴转180度，然后 Y 轴跟 Z 轴转0度，是这样子。对，我们现在的那个语法可以从这边看哦。Mail
script 这边 Maya script 啊的这个，它有分好几种，比如说有 Mail、Python 跟Node and HB。我们现在找 Mail， 我们这边直接找 Rotate， 所以应该是 R 开头的 Rotate。OK， 所以你会看到它这个语法，那里面后面的一些那个，我们讲刚刚说 R。对不对？减 r 是代表什么？它这边会有写啊 ，relative。那这边是它的一些 sample， 它的一些 sample。好，OK， 那我现在懒得打字，我就直接考好了。好，回到这里来啊，我们现在要看它的那个关节到底哪一部分出问题啊？这边先关掉好了。Perspective， OK， 好，我现在选到关节，这个是 combination。切到这里来，然后呢，看 local rotation axis。我的 geometry 呢，我要关掉啊。好，所以现在有一个那个 local rotation axis， 它轴向是错的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会造成等一下在做脊椎的旋转的时候出问题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选到这边的 local rotation axis， 在这边输入一段 mail script。这边不是负，这边应该是180。你可以打，你后面可以加 degree 啦，可是其实不加也不会怎么样。对，这边就打个，对，然后先拷贝起来，免得大家共估。OK， 转回来了，有没有看到 ？OK 吗？好，那再来，这个地方需要转吗？这个地方应该不用啊。为什么不用呢？因为到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脊椎控制器，它大概是到这里而已，所以上面的这个轴向可以先不用管它，懂吗？我要解释一下啊，因为我们到时候要做一个 IK 是用一个曲线控制的一个 IK， 这个曲线控制的 IK 它需要作用的范围是从大概就是这一段而已啊，它没有到脖子，懂意思吗？所以它不需要去处理这边的轴向问题啊。OK， 好，所以就是轴向转一转，然后再来呢，我们现在要把这些关节接起来啊。先子后父，所以呢，先选这两边的子关节，再选父关节，按 P 做 parent， 所有的角色最大的关节，阶层最高的关节都是这一个，所以呢，就是这个是最后选，再按 P 做 parent， 它就会接起来。OK， 这个是在讲 file menu， 这边回来，好，先回到物件模式，先子后父，按 P 做 parent， 它就接起来。所以这个关节会是最高阶层的关节 ，OK 吗？你看我动这个关节，是不是其他关节都会连就是一起动？那像这个关节呢，它是子关节，所以它就不会带动这个位置 ，OK 吗？这个层级是最高的，不管你做什么 rig 都一样啊，鸟啊、狗啊什么都一样，这个层级最高永远都在这里，好 ，OK， 好，所以先做到这里吧。